好啊，来，我们来看了啊，所以这一个，你做到多少？我们要搬一搬 ，OK？ 我们要搬一搬啊，这个这边要做什么先？你要做完整的东西先啊，这个啦，这个 part， 你看到吗？你看我的箭头啊，你看狗狗那边嘎嘎叫叫，OK？ 你要做这个 part， 你按钮出来先，这个 con 啊，按得完啊，按钮先咯，是不是 ？OK， 22/7。乘 1.05 square， 那个三分一我不想按的，我过后会再按。哎，乘二，那么乘 ，OK， 三分一还是要按。等一下，你按到多少啊？这一个呢，应该是 2.31。OK， 加这个空呢、啊、完成了啊，这个我抄回先啊 ，OK。Okay, 加这一个，这个能做的做先，就前面那个乘了先啊，22/7哈，乘1.4 square 先。哎，你见到小二要放啊，没有放小二啊，答案长远了，等下6.16t， 看到吗 ？OK， 现在这样做啊，我要开一开那一个，我要开一开那一个空的地方。OK， 我搬去上面啊，注意啊 ，OK。搬去上面孔的地方啊！我们从这边飞去这边啊，嘎嘎叫叫了，我这边嘎嘎叫叫。OK， 所以等于写回左手边呢 5.39 啊，我们把这个号码 2.31 搬过去给它减。OK， 这边写回 6.16t， 给按 calculator 一下，你要跟着我按啊，不要懒惰啊，因为等下我会按错的可能啊，如果有错你跟我讲。3.08。这里写回 6.16t， 然后你要做什么啊？是不是搬过去除，对吗？除 6.16， 找到 t 了咯 ，OK？ 对，除 6.16， 我看一下答案。哇，极美啊，那个号码有没有按到？没丢。答案是 0.5。OK， 这里呢，整题都是在讲 cm， 所以这个是高度来的，高度就是 0.5 cm 哦。可是他问我们 t 是什么，你可以。你要不要写？不要紧啊，其实这一个 ，OK， 我们知道了，它的高度是 0.5 cm 啊 ，OK， 需要更长时间的话 ，pause 一下，我要按回去哦。看一下，我要找回它的题目，它讲的是哦 ，find the height in meter of the cylinder， 哦，错了，不是 cm， 是 meter， 看到吗？题目啊，所以有时题目哦，是你来的，不要全部都是写 cm 啊，知道没有 ？OK， 看到吗？所以大家改一下，是，啊，再给你看一下啊。是meter 来的 ，OK， 0.5米就50 cm 了喂，很大，这是一个大水箱之类的哦。OK 啊，我擦掉了啊。我们再看多一题，你做了没有啊？我们看一下 ，OK， 这一题，第二题啊 ，OK， 这个 Raja 呢，这个图表它讲哦，是一个 Bagas Berbentuk Hemisfera 啊，这是一个半球体的container 装东西的，那你知道吗？And an empty prism shaped container. 然后一个这个是 prisma 来的，他讲 prisma 啊 ，prisma 你记得 formula 啊，然后它是空的。如果所有的水在 Bagas Berbentuk Hemisfera itu 就是这个啊，这里有水啊 ，OK， 这里是空的啊。他讲所有的水倒、哦、进去，然后 hitung tinggi dalam cmi di dalam Bagas Berbentuk prisma itu， 他叫我们算哦 ，calculate the height in cm 的 height 啊。在 prism shape container， 它的水会到几高？这样，哦，是很难哦，没有的，我跟你讲 ，OK， 你当住这个的高度哦，是装到满就对了，它要你找它的高度 ，OK， 啊，它装到多少 cm？ 等下其实就是它高度来的啦，所以这个哈、啊，我们先看一下，要怎样写它的那个 formula 呢？自己制造的 formula 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这里倒过来装到满的话呢，是不是它有几高吗？所以我们拿这个等于这个，左边等于右边，左边 hemisphere 的 formula 来一下，看回去刚才抄的东西，是不是三分二 pi r 三，对吗 ？OK， 右边 prisma 的 formula 来，这个的面积哦，就是上下那个面积，他讲他的这个面积是Bagas kosong prisma， 他讲什么啊？哇，这个是的 hemisphere。这个是正方形还是长方形？我问你，还是什么形？这是 trapezium 来的，你有发现到吗？哦，所以它的 formula 应该是那个 trapezium 哦。
层高度啊 height 刚好就是我们要找的题目的答案了。这个 OK， 这个 trapezium 下面是24，记得吗？该的 formula 上面18，它的这一个啊，我画的其实这一点来的。OK， 12啊，看到吗？12来的。OK， 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可以做了。OK， 你可以 pause 试一下自己做先。我直接录着去了哈，因为这个 video 才5分钟吧，你可以 pause 然后录着去，然后自己做着去 try 一下先。OK， 我现在继续的讲答案。OK， 三分二乘排，他讲用气分子22乘 R 三 R， 不要用到42啊，21来的 R。OK， 小三 ，OK， 这个 Prisma。二分之一，哎，这个是 trapezium 对不对 ？A 加 B 乘高再乘 h 是就是我们要的了。我们写 h 啊，然后我们要的我们写 h calculate 的 height 嘛，是不是？啊，一栋定义嘛，我们写 h 啊的价 ，OK h 啊，这个写了这样多，其实本来就是 trapezium 的 formula 啊 ，OK， 可以做了啦，左边按全部东西 calculate 可以帮我们解决，就按。Okay， 有时考试哦，二加一，哇，我们又怕了，是不是有写错嘞？我们还是要 type 一下二加一，是不是？哇，这么大，是不是很大嘞？是蛮大的这个19404，不确定按多次，哎，你给我按了，你给我按啊，可能是有问题跟我讲啊 ，OK？ 乘22/7乘21，小三啊，不是小二啊，小三啊 ，OK， 我按了两次都是19404了哈。OK， 右手边能做的做好先啊，就是全部放在一起吧。其实18+24先42哦，然后乘高，哎，乘它的12再乘二分一，还是乘二分一先再乘12也可以。答案252乘 h 吗？连在一起写咯，看到吗 ？OK 啊，现在要怎样做啊？52，现在是不是要搬过去左边？19，OK， 放这边了哈。左边是19404，你要除252了咯，因为那边是乘252，对吗 ？OK， 按到答案了，答案是727。它的高度是 cm 吗？写回 cm， 就是这样，可以吗？我们找到的是 T17。OK， 你可以 pause 一下来抄啊，如果你还没有写完，就是讲 OK， 刚才我讲为什么我们可以当它是整个的高度，因为假设这个啦哈，总共高度是100 cm 啦，也不重要啊，我们就是装到77 cm 的高度罢了，我们装到这边罢了，你明白吗？哦啊，他就是问我们装到几高，可是如果啦，有时考试他出这样的，他讲哦，如果啊，我换个蓝色啊，就是假如啊，他说考试说这里是100 cm。请问啊，装完过后上面还剩多少 cm 啊？他可以这样问哦。像你是不是要拿100减掉这个77嘞？因为我们装水装了77哦，理解哦啊。所以考生这一个 part 你就要看题目啦。OK， 哎呦，抄了 OK 啊，你应该已经抄了。没有抄我的话，你可以按reverse 回去。OK， 现在呢，你去做一做这些题目，等一下会跟你讨论一点。OK， 基本上是教完了的，你看可以做的你就做掉啊，可以吗？就是讲掉，跟你讨论掉它。